明人寿香港超级联赛啊第十七周的比赛，标准流浪对住冠中南区。咁啊，呢一场赛事当然啦，系两队咧就系继喺呢个精英杯碰头之后咧，就系再一次喺联赛里边对赛嘅。咁啊，大家咧就亦都叫做可以摆嘅好球员咧，都尽量摆出嚟噶啦。咁啊，首循环咧，当然就系南区咧就系赢咗一仗嘅。咁啊，呢边咧见到咧就系首先哇。伊巴謙一射，咁啊俾對方 block 翻出嚟啦，然後咧就係姚明再加一腳，可惜咧就係射高咗啊！咁啊見到流浪咧上半場嘅攻勢其實唔錯嘅喎，嗱前鋒嘅祖連奴，可惜呢下同交易有少少誤會，最後祖連奴一射咧，亦都係咧就係踢高咗個波。咁啊啱啱咧就係同馬斯擋翻出嚟啊！如果呢下唔係交易同埋咧就係祖連奴有少少誤會咧，可能咧個攻勢會嚟得夠流暢。咁啊，或者讓俾加位咧，可能個效果會更好。呢邊賈家謙咧就扎位掉頭壓入去啊，好在就另一點咧包出嚟都包得快啊，個防守做得好啊。咁啊，上半場其實大家都互有攻守，咁但係咧，因為咧就係喺呢個釜山道運動場呢度咧好大風啊，咁啊，但係就幸好就冇乜雨啦嚇。咁不過都影響咗兩隊咧，就係嗰個攻門嘅質素。嗱，呢個波咧就係陳連夢實揞入嚟。咁啊，頭頭解圍得麻麻地啊，何振廷。咁但係都叫做有少少影響咗咧，就係祖連奴嗰個嘅攻門啦。咁啊，見到啊莫生啦，就流浪嘅老闆。咁啊，另外港隊嘅領隊安達臣咧，亦都喺度。咁啊，嚟緊六月咧，港隊咧就會有比賽㗎啦。咁啊，呢個波咧就係頭槌頂高咗啦。咁啊，流浪嚟到下半場咧繼續攻，哇！見到咧 Fago 就喺禁區頂咧就係嚟一個撞射啊。咁啊，林勉廷啊。咁呢個波射埋去咧，就係省中咗人㗎嚇，咁啊，所以最後係角球嚟嘅。咁啊，下半場就流浪都有呢啲咁嘅即係攻勢㗎，禁區頂啲射波啊。呢個波咧就係擺落個位度咧，其實都幾陰下嘅。咁啊，不頓啊，咁啊想俾阿艾華嘅，但係就當然亦都有守衞咧，兩個守衞咧夾住佢。咁啊，跟手咧就係博到個犯規啊，後備入替嘅劉志樂。咁啊，俾對方咧就係三個籃區大閘，咁啊禁區頂有個罰球射埋去，省中人彈咗過嚟咧，就益咗守衞嘅金文寬。咁啊，首先罰球射波嘅咧就係神田夢實啊，咁啊省中人長彈橫，咁啊由於咧就係川下浩太落咗去咧，就係諗住守住護空門啦，咁啊於是乎亦都包咗個越位位。咁啊金文寬咧就係射入咗呢場波嘅唯一入波啦。咁啊，南區落後之後咧，當然係希望急起直追啊！咁但係就面對住嚴密防守嘅流浪咧，唔係太多機會咧，就係俾佢哋做到出嚟。咁啊，呢個波咧，簡家亨咧亦都係射高咗。咁啊，跟手咧呢下落腳咧就真係比較肉酸啦。咁啊，由於咧就係後備入替嘅林苗泰之前都攞咗黃牌噶啦，咁啊兩黃一紅咧就係被逐離場啊嚇。咁啊，流浪雖然打少個啦，咁但係最後咧佢哋都能夠咧就係保住個勝果到完場。咁啊，流浪終於成功復仇啊！1-0擊敗南區。咁啊，雙方嘅即係領導層亦都即係賽後握握手先啦。咁啊，流浪呢邊贏翻仗，當然開心嘅。